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依然是一个开箱的一个视频，然后呢，今天选择开箱在那个室外，就在院子里啊。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盒子，有60多本磁带，打包收的。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不少，许美静的，都是演贵人，这个是齐秦的，这个是阮丹青的，放一边，然后看这些。彭羚的，范晓萱的，这个也是彭羚的，张惠妹的2本。我看这几个。这个是黎明的《活物艳阳》，欧阳菲菲，李玟的《若即若离》，这感觉不像是正版的。感觉山寨味挺浓的，啊，这个李玟的，哎呀，这个都发霉了。许茹芸的《我依然爱你》。这个也是歌词发霉了，这个是黎明的什么火萤啊？这怎么是我张学友啊？哼，是神奇啊！这封面是张学友，童话，城市童话。为什么这边是黎明呢？哎呦，没见过。这个是苏慧伦的《柠檬树》，磁带很久远了，都发霉的痕迹了。刘德华的《谢谢你的爱》。这个杜德伟的精选集，这个是什么？舞曲王国，周慧敏的，这个也是周慧敏的，
这个也是周慧敏的，这几本都是周慧敏的。这一本是四回轮的鸭子，放一边。这个是李文的暗示，看这几个。李文的好心情，这个是辛晓琪的守候，这个也是一个精选集。然后这个我有这个 CD， 然后是经典的歌曲都有收录。然后这个是孟庭苇的《真的还是假的》，这个张清芳的《纯粹》，张清芳《纯粹》，然后这个依然是苏慧伦的《傻瓜》，看看这几个，孟庭苇的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。熊天平的啥子？雄心万丈。既然徐如云的如此精彩精选集，这个是徐如云的讨好。这个是他的首张专辑，这个是李玟的每一次想你，这个是许美静的遗憾，这个是伊能静的《圣女传说》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，这是刘德华的《一生一次》，这个是伊能静的《流浪的小孩》。这个是渔民的口不对心，看这几个，这个是范晓萱的自言自语，林忆莲的《都市心》，李玟的《答应我》，酒井法子的《我爱美人鱼》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，梁咏琪的《洗脸》，这个一看是黎明的《天地情缘》。这是熊天平，哎呦，熊天平的爱情多脑核，
多回眠，多一点哀怨。这个是于瑞恩的，我知道你在说再见。这个是苏慧伦的轮选，应该是个精选集。看看这些，这个是于瑞恩的觉悟，这个是孟庭苇的手眼啊，心眼手语，这个又是于明的。我这样爱你，这个是吕文的被爱的女人，这个又是苏慧伦的X 档案，这个是陈慧娴的留恋，好，最后这几个，林忆莲的美妙世界，这个是叶倩文的离开情人的日子，这个是梁咏琪的新鲜，这个是谁认识啊，杜德伟的，最后一个张惠妹的爱的报应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的开箱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。